到现在不爱他。哎，你们都在一起三年了，你怎么会知道？他就告诉我开始吗？要跟他沟通哎，再跟他讲我妈那个。他每次晚上都要检查我的手机，我给他检查，他要说几次跟他妈吃饭，他妈就问我存款多少，他说什么时候买房子。小云说他等一下就来了。刚才遇到一个超笨的店员，结账结的老半天 ，sorry。他在那边一直瞪着他发射怨念，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无脑人？你买什么？陪我爸的啊，他生日派对我不想去，提早给他礼物。干嘛不去？就不想看到那个女的。不是已经住在一起了，所以就更不想看到。喂 ，A B B 啊，我刚刚小叔打给我，我差点忘了，今天那个电影是要开会，然后有一个报名表格要填，所以我就不跟你们看电影了。今天 ，Sorry， 拜拜。刚才电话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刚坐过。是怎样？现在又卡到了，是要换工作吗？怎样？没事，对不起，我自己不小心啊。那个是你掉的吗？啊？当然不是啊。开会啊！礼拜六晚上你要干嘛？哦，我那天要去北京哎。太可惜了，阿哥有个朋友要从日本带你东莞的妈都过来，我们要在阿哥的别墅搞个狂欢派对。真的假的？我去北京，你约这个？哎，好吧好吧，那到时候就寄照片给你，现场提供转播。先这样，来。好了，来。每个人都不快乐，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不爱自己。15楼，谢谢。没手。50万，他出来吗？50万，对呀，看上去像40多岁哦，还是还不错，对呀，挺结实的。到了，出发还有多久？30分钟后。我觉得胃有点不舒服，要不跟领队说一下，我就不去了。好，去休息啊。
殿下。等什么？我有话跟你说。熊妹他们去唱歌，你一起来好不好？哦呦，你真的很难约。老爸，哎，再帮我出一张单好不好？好，来，给你。你好不容易刚吃冰耶，现场小宝有没有男人？爆料，这个美女爆料，还能赚点钱。我一个朋友在实验打工啊，他会遗传，他说他的脚啊超臭的，假的，这有点哦，媒体一定很有兴趣，真的。Room service. 放着就好，我们自己来。点香槟。庆祝我们没来演去那么久，终于可以开房间了。柔仪，我是真的喜欢你，可是一想到……那你那些小动作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很丢脸吗？我是情不自禁。你不敢碰我的话，就不要跟我讲。那不是调情。那是什么？你爱上我了？你有爱过人吗？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性的能力，更可悲。喂，在哪？那么巧，那你过来接我。在隔壁门口等。
干嘛偷拍我？听说你家脚很臭。小姐，狗仔的相机你都敢摔，不怕被写臭啊你？他又不是狗仔。那他是谁？路人啊。路人就是狗仔，现在全民狗仔的时代了，你不知道吗？哎，不过这些人也真无聊哦，没料也拍，一直逛街不是吗？老板，前面就是了，但车可能过不去了。你到巷口等我。好。金小姐，我已经到了公检胡同跟北海北夹道口，你在哪？堵在地铁里，那你还要多久？马上就到，五分钟。好。金小姐，你到了没有？哎，实在抱歉，五分钟一定到。喂，哎，我还需要等吗？你在哪了？再等我五分钟。好几个五分钟哎。我这就过去。兄弟，就把板凳。哦，不好意思，谢谢。特别麻烦，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合院，说白了就是一大杂院，里面十多个产权人那都算少的，您要挨个去打交道，一准都烦死您了。这套四合院是我们公司专门为您挑选的精品房源，难得有一家产权关系特别干净，其实房东都不知道咱北京现在房价都涨成什么样了，他们搬住在国外吧，没什么概念。在找什么？钥匙，明明记得带着呀。什么钥匙？废话，当然是四合院钥匙。哎，不好意思，马先生，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没关系，既然没带钥匙，现在就算了。哎，你这么大老远不是特意来看这房子的吗？下次吧，不用。哎，马先生，马先生，我是可以打电话给同事，他马上就能把钥匙送来。我说不必了吧。我今天已经等够久了。马先生，马先生，马先生！喂，你在干嘛？你过来拖我一下，我进去给你开门。我就说不必了嘛。你赶紧来，我卡这儿了。你不拖我，我也下不去了。
我脚抽筋了。哎，金小姐，金小姐，你还好吗？我动不了了。没事吧？你看看我的手机还在外面吗？应该还在吧。快帮我打个110。姓什么呀？他姓马。我不姓马。马先生，您不姓马吗？我从来没说我姓马，马克是我的英文名字 Mark。那你姓什么呀？姑娘，是你问还是我问？姓什么？姓那，那里的那。哟，齐人呀。我父亲是北京人，我生在台湾。49年那会儿过去的。你跟今天的事情有关系吗？啊，够横的啊。哎，我也是满族人，我姓金。哎，你知道吗？姓金的在满族里啊，姓爱新觉罗。你姓那，那一定是叶赫那拉。你说巧不巧？我的名字叫金小叶，里面有影，也有个叶字儿。翻墙头好玩吗？我没翻啊，是他翻的。你一个大老爷们让一个姑娘翻墙头，你好意思呀？哎，不是他让我翻的，是我自己翻的，他只是拖了我一把。你们要是光明正大的往里进，我也没话说，但你们要溜门撬锁翻墙头，那我可要抓你们。可是我没有翻嘛。他翻的，你帮的忙，你们俩是一伙的。我跟他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一伙的？哎，我这种人，我哪种人呢？你说话客气点行吗？我可是一直忍着脚疼在哈着您呢，不就俩糟钱吗？老娘还不挣了呢。台湾男人没这么一个好东西。哎，您这什么态度啊？我要跟你们公司投诉。投去呗，你要不投你孙子，我告诉你，我还没告你故意伤害罪呢。你神经病，讲不讲理啊？我讲理，我找谁讲理？我找谁讲？我找谁讲理？停！我看出来了，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一个爱新觉罗，一个叶赫那拉，你们俩简直一对活宝。小伙子，脾气别太冲。虽然你是台湾同胞，但往根上倒，你也是个老北京。咱老北京人都讲理，凡事呢都要做到有理有面，懂吗？那我可以走了吗？哎，等等。人家姑娘摔得不轻，都走不动道了，你带着去医院瞅瞅去。我？怎么着？不把人民警察的话当回事儿是吧？没事没事，我自己去医院。那祝你早日康复。台湾男人早看透。我帮你介绍一下，这大宇开发的千金 Nora 方柔一。你好。哇哦，漂亮的钻石，谢谢。OK， 我们走了啊。嗯，你们闻到一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我们先走了。骚味、啊。不好意思，他喝多了啊，走了。你对他不好意思，你对我不好意思吧？看骚味。难看。神经吗你？
豪，你在发什么神经啊？上车！放开我！你上车我就放。绑架！放开我！你不要神经病，走了！放开我！哎，对、哎，这。来干嘛？啊？刚那人他不是要强暴你？啊？不是啊，是绑架。那还要谢谢你解救了我吗？不客气。那你记得我吗？记得啊，何白狂。我不是啊。我明明看到你相机里头，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女生的照片。那是我妹啊。哼。嗯。要吃吗？要喝吗？喝。白痴啊！星期天早上，我都要跑步。啊，对不起啊，我真讲话。没关系啊，乔治六世也是这样。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男同学跟你一样。有一次我自然作业不见了，找了老半天，终于在垃圾桶里头找到了。后来又有一次我的劳作课的模型不见了，那次老师好生气。放学之后他叫全班都留下来，要是没有人承认的话，一个都不准回家。然后那个小男生就站起来，他说在学校后花园的花圃里头，他挖了一个洞，把我的模型给埋了。老师就问他说，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一边哭一边说，凯旋自我介绍，他笑我，他哭得肩膀都在发抖。不是真的在笑他吧？
我想要他是因为我喜欢他，我想要他注意我。起来啊，你今天不是要练车？起来了啦。自己在车队是担任什么角色啊？负责开路，然后后段退下来让主将上前冲刺，那个人是你耶。冲冲冲冲什么冲啊？我在那边喊得那么大声，你也当作没听到是怎样啊？造反啊？什么态度啊？你是不爽我把你放在这个位置吗？我不想去。怎么了？站长，我是阿凯，你有话吗？都不接。要不然我已经被甩了吧？我没那个胆吧？都是你啦！当初我就不想要跟他在一起。就说什么他看我的眼神连你都要融化了，你要融化你拿去用好了。在下林杰，请埃季林，请鞠躬。李晨，请回座休息，谢谢。继续有请公立单位圣洁女中，我们请主持者校长张顾浩，张校长请至林前拜见。工人代表请就陪与继位，林前谢先发。我刚才等你的时候，听到那些来参加丧礼的人说，那个女的是自杀的。哦，是哦。她男友劈腿，被她捉奸在床，就那男生没良心，我当然没有跟她道歉，把她痛骂一顿之后，还把她甩了。是哦，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那女的要去死？明明该要去死的是那个男的。baby， 我想叫你啊。是哦。应该跟你好好解释清楚，那种线真的很乱，我脑袋全部都搅在一起，搅成比化粪还恐怖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可以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爱上别人？哦，绝对不是这种啦。是哪种？我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反正我知道，我本来规划我的人生就是这样。那在上一次打工赚的钱，去拍短片，去参展，然后慢慢累积我的实力啊，然后三年内可以交出我第一部剧情长片，是会上映的哦。那你看，到时候
一定很多人去排队，为了看我阿凯导演的作品。啊，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白痴，但人总是要有梦想的嘛。而且我这个梦想里面还有你耶。虽然你一直挑剔我，我所有朋友都告诉我你很鸡巴，可是我知道你才是那个真正最支持我的人。比比，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很害怕失去我的梦想。OK 什么？我等你想清楚。不是，万一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想清楚呢？那你就一条化粪池啊。是哦。俄罗斯人的是这样的，俄罗斯人的理念是，所以他有钱就花。今天的盲饮哈，五支都是波尔多82年，两支右岸，三支左岸，提示就这么多，最输的买单。这么狠啊！少来了，酒都你的，你当然猜得出来啊！哎，都是酒师在我酒窖选的，我也不知道喝的什么，好不好？我哪像你那么下流啊！啊？那我一定猜不出来啊！亲爱的，反正你猜错也是我买单，你尽量喝吧。哎，你们家那个最厉害的回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小林，来来来，82年盲饮，怎么叫人啊？李叔今天刚从北京来。你坐我旁边吧。你们知道今天花的酒钱可以养活多少非洲的小孩吗？哇，我每一年都有捐钱给非洲小孩。酒喝多了，等我一下。没有了，干嘛？你赶快去找他啊！干嘛？他要去拿小孩了啦！啊？哎，哎，那个，哎，怎样？你有看到李一家吗？他褪色。我知道他褪色，那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你有看到他吗？就是没有看到他才在这里找他。那你看到他跟他说我也在找他。我才在找他嘞。你刚才先干嘛？我需要钱啊。要干嘛？就找他借钱。那小孩是谁的？我的。是你的，那你干嘛不要？那你现在打算怎样？
我想拿掉，然后离开。离开？去哪？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一走远远的，不要再出现在你俩面前。比方说，你们是谁？这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你这个家伙，你什么是人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这个不要脸的畜生啊！你还好吗？你呀、啊，我在问肚子里那个，没事就好。Peace。阿凯会叫我来阻止你，应该就是因为无所谓啊。你们要手牵手去结婚生小孩 ，I don't care，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明明那时候就已经跟他分手了，而且你一天到晚在抱怨他、挑剔他，你根本就不问。她总是那么美，那么好，就像羽毛一样，想要伸手抓她，你怎么样都抓不住。OK 吗？很棒啊。那你觉得小妮会喜欢吗？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哎、欸，他喜欢的东西你不是也都很喜欢吗？连你都不知道我是叉赛，烦啊！万一我把这片子寄给他，嫌我拍得很烂，怎么办？啊？我这个是智商。杨幂如果拍一个这样的片，那这个什么呀？
哦。你今天来我们奇怪了。放屁啦！进！进什么、啊？进！哇！你困哪里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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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脚肿起来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讲的对不起，有没有听到？这世界是怎么了？能不能犯错？我这么诚恳向你道歉，你就死不肯原谅我。你打我，打我，我小便。你打我好吗？你今天不打我，你明天摆一个臭脸给我看。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阿姐，请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再两个小时吧。还有两个小时哦。然后检查是不是有脑震荡？不是说摔到头了吗？老婆，老妈，我好不好？你告诉我，我不是故意的吗？那天我真的喝多了，要不要这样对我行不行啊？小弟，对不起嘛，我心好痛。啊！我的脸好痛，我快要死掉了！你帮帮我吧！我就求你帮帮我，激动的。安静！这里是医院，你们在吵什么？怎么了？他跟小迪一样。帮帮我！我求求你帮帮我，好激动的。我们钮钴禄氏啊，有四位姑娘啊，嫁给了皇帝，其中两位做了皇后。那个，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台湾的那先生，他为咱们满族宗亲会。慷慨解囊，一下子解决了我们下半年的活动经费，大家鼓掌。哎，小胖，哎，小叶，小叶，来来来，过来。哎呦，这你脚怎么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外甥女儿，正经八百的爱新觉罗氏，和你们叶赫那拉氏啊，应该是不打不相识吧。你们俩好好聊聊啊，聊聊。你的脚还好吗？关你什么事儿？小叶怎么说话呢？怎么没去医院看看？哎，你少跟我装好人了，别在这假惺惺的演戏。怎么不早来啊？右脚脚踝骨折，需要做手术。什么手术？小手术，在里面放一根钢钉。那得多疼啊！疼也得做啊，要不然你怎么愈合？我坚决不做手术。我觉得只要是对复原有帮助，该做的手术还是得做嘛。我不做，我走了。您硬要走，医院不拦着。但是您要落下了终身残疾，可别说当时我们没提醒过你。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再重要，有比自己的身体重要吗？是啊，难道你想变个瘸子？对不起。这就是当年延误医治的结果。可我来不及了，我要去接一个人。我替你去吧。嗯，让你老公去喽，等他回来，手术也就做完了。老公？我呸！医生，你确定一根钢钉够吗？你要不要多打几根？钱不是问题。豆豆，爸爸，我不是你爸爸。哎，你到底是不是豆豆？我爸爸呢？那得去问你妈吧。喂，外面，哎哎，啊，干什么啊你们？关你啥事？你谁啊？那是我爸爸。我不是他爸爸。你个吹牛大王，
根本就没有爸爸。没有爸爸，我没家要。那你爸爸呢？骗子，我不是骗子。乖乖，乖乖，别打，别打了，站住。怎么又是你啊？这话得我问你吧。那全北京只剩下你一个警察。对呀、啊，还得专门伺候您这位爷。以后甭打110了，直接我把手机号留给你们。哎，不是万不得已，我绝对不会随便报警。公共餐馆，你换个是万不得已去了。瞧瞧这边晃的。你到现场，你到现场。这次又出什么事儿啊？跑丢了一个孩子。你们家孩子？不是我的，是那位金小姐。你们俩花样还真多啊。今天是豆豆七岁的生日，他会不会去找你前夫了？我没有前夫。那你儿子怎么来的？他爸爸呢？豆豆没见过爸爸，他还没出生，那个人就跑了。这种人你就应该告他，他跑去哪儿了？台湾。我需要一张你儿子近期的照片，如果儿童失踪超过24小时的话，被拐卖的几率会增大的。我需要把照片登到全国儿童失踪网络上去。我都说了头24小时最重要，你现在哭一点用都没有。咱们能不能干点别的呀？对啊，别哭了吧。你还出声干嘛？你滚吧！我是想帮你找到他。你别假惺惺的了，你才根本不在乎我儿子的死活呢。你对台湾人有偏见。我对你没有偏见，我是发自内心的讨厌你。你这个别吵了，你们再吵，我到外面等你们去。你儿子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没有。有，他跟同学打架。他在哪儿打的架？豆豆。喂，我好像看到他，在哪儿？豆豆。你赶快下来，我带你回家。我不。那妈妈给你买了个大蛋糕。你骗人！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说了，等我长大了，上学了，爸爸就回来陪我过生日。可你现在还没有长大呢。我今年已经上小学了，我已经长大了，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我要爸爸。豆豆，我也没有见过我爸爸。你爸爸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他现在在哪。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记得有我这个儿子。你真可怜。但我知道他是北京人，他出生在一个四合院。豆豆，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其实也常常跟同学打架，因为他们都笑我没爸爸。我不喜欢过生日，
也不需要有人陪。因为要是习惯有人陪，就会担心有一天可能会失去那个人。如果不去拥有，就不用想念。想念是很痛苦的，你懂吗？我懂了。你不要你爸爸陪你过生日，可我要我爸爸陪我过生日。豆豆，其实你爸已经来了。他在哪儿呢？他在这儿呢，他就是你爸爸。他说他不是我爸爸。他是跟你开玩笑呢，不信啊，你问你妈。啊？是的，豆豆，他就是你爸爸。那他为什么说他不是我爸爸？对不起，豆豆，我之前是骗你的，我确实是你爸。那你怎么证明？你要我怎么证明？别的爸爸都我亲妈妈。亲妈妈，赶紧的啊，别掉链子。对不起。不是这样亲的，要像电视里那样亲的。我真服了，你们真是一家子呀。来，打锅。豆豆，这样可以了吗？嗯，我不敢下了。你等着，宝宝上去救你。豆豆，你别乱动啊！怎么了？哦，没事，你不要进来。还没洗澡，臭死了。不会，我觉得你很香。帮你一整天，换来就是一巴掌跟臭流氓三个字。让我多事，跟婆娘再见。在反映说我们的菜太咸啊，你是老了还是味觉退化？果然没错，咸死人了。我吃过吗？哪有啦，嘟嘟好啊。这样嘟嘟好，是我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你们两个评评理。我觉得 OK 啊。嗯。你们男生都吃这么咸的，妹妹你说是不是太咸？嗯。看吧。哇，你俩咸吗？明天厨房换你，我辞职。
是怎样啊？都不能说一下啊？我只是反映客人的意见而已啊，你以后注意点就好啦，动不动就迟迟往外跑，不然我不知道每天去忙家爹爹妈唱歌。你听啊，咱们两个绕的呀，我每天早上一大早要到菜市场去买菜，回来整天哦要在厨房嘞。我问你哦，做个老婆嫌个老婆，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妈，嗯，你这样挑剔爸，可是其实你很爱他，对不对？谁爱他？恶心巴拉的！你看，你看，你妈一点温柔都没有，温柔你懂不懂？不会写啦。小乖，嗯，以后娶老婆眼睛睁大一点，看清楚啊，不要随随便便娶一个啊。那刚锻炼营养兵都要谁谁的，脸不会碎的。那么回南部的时候，你干嘛每天打电话给他？对，我要查起他，看他有没有在我背后干什么、啊。你自己裤带绑紧一点啦、啊，不要没装痴情好不好？为什么不吃？是不是太咸？没胃口。啊？没胃口。啊，我拿胃散给你。你最近是不是常吐？嗯。啊，先吃一瓢。我不想吃了。嗯，啊，他吐了还不吃。我怀孕了。对，怀孕不能吃成药。要死我！我叫小人做阿妈。是谁？阿凯。哪个阿凯？小妮的男友。可靠，小妮她男友上台又上你啊？是我上他。哇塞，李佳。你怎么会是这种人呢、啊？上你好朋友的男朋友，你到底是想什么？我不知道。干嘛？干嘛这样啊？哎，你到底要怎样嘛？啊！哥，还要怎么办嘛？你要为自己负起责任来。盖起来！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不然呢？没有别招啦。哇，阿凯，爱情力量这么伟大，大到我都招架不住了。你在这边不要动哦。没有这么。你到底要干嘛、我死掉以后变成粪鬼，我来抓你。不要你，阿凯，来，快掉下去。小红来了。快，拿东西来。说再多对不起也没有用，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歉意，我今天会跳化粪池。化粪池很臭也很脏，可是我不怕臭也不怕脏，因为我爱你。
用跳的啦，没有用走的啦。爱是勇气，爱是勇气。嘻嘻哈哈的，三一只等一波啦，他三一只也在趴，一张九哦，老二一直在那哔哔哔，输钱也没靠腰，很奇怪哦。谁谁？玩玩玩晚上，干嘛拿我手机了？哎，到底是谁啦？一直传那个一呀给你。好，我知道了。一直在学他，咕叽，关你屁事啊！哦，有鬼！对，哪有啦？好啦，也差不多啦。什么意思？都当完兵了，差不多可以结一结，生小孩子来玩啦。对啊，还有，不可能的。有什么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我配不上人家啦。哎，拜托。你家开那个热炒店呢，赚钱跟赚水一样，而且你长得一表人才，你看手长脚长那根长，哪里配不上？上了再说。不要乱说好不好？这你们不懂啊，这个真的不可能，他不是普通人啊。不是普通人，难道是钢铁人？哎，这蜘蛛人、沙比人？有完没完？哎，小胖。我刚刚看到你妹啊，走进前面那家妇产科。哦，妇女病啊，六分钟啦，我还夹娃娃嘞。你这说什么？你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出去拿药。等一下过程中如果有任何不舒服，随时都可以叫我。好，谢谢。其实我哥啊，近亲生下来的小孩，这是你负责任的方式啊！阿凯都要放弃他的梦想了，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干嘛要成为他的负担？哎，这我们家
家的小孩哎。我也不想要成为你的负担。你不是啊，他才是嘛，而且是又怎样，没有在怕的啦。我跟你说，他的未来我全包了。你说的哦。当然啊，哎，不顾熊多呢，以后他的事都要我点头。赶快回家休息了，我要去赚钱了。好，谢谢您。经理好了。哦，你先到车上等我。你怎么在这儿？小朋友报警要找爹，碰巧我知道他爹住哪儿。豆豆，你找我什么事啊？我们学校要组织运动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的运动会，但妈妈去不了，妈妈的腿还没好。所以呢？我想让你陪我去。我不能陪你去啊。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你。因为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不是今天。明天也很忙。是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每天都很忙。那你最近都不会回家了？对。我会好想你的。豆豆，你记住这一句话，永远不要去想念你不曾拥有过的。你可真是个当爹的料啊。你没见过你爸爸，所以你就不要去想他了。而我已经见过你了，我没办法不想你。豆豆，你呀，豆豆。这样好吗？我。你这样跑来我家，你要赶我走？不是啊，我是怕影响到你原来的生活。反正我也不喜欢我原来的生活啊。那你干嘛不离开？嗯，我有卡刷。有名牌包拿，有豪宅住，要去哪？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跟他在一起，认识的人都很有钱。我又从这个有钱的男朋友换到那个小开，再从那个小开换到现在这个富商，从此就变成一个被人包养的了。在我大二那年，我妈帮人家做保，一个晚上倒了6000万。就在那一个晚上，我看到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其实那时候开始，我觉得钱很重要，钱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可以给人带来幸福，钱可以让我妈不再哭。我在一直说自己很没有用，然后说想死。我都快哭了。这样就要哭了。
心里很辛苦。那你都没工作过？很炫哦。反正我就是一个寄生虫嘛，那么了不起的。我相信如果我工作的话，应该也可以做得很好。你想试试看吗？洗车。你可以。我跟你讲电话。良好沟通能力，高智商。跟你比起来，我应该。走吧。哦。北北，你要去哪里啊？去死。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爱你。你相信？只是做梦而已。我是真的想要杀了他。
都想杀了他，宝贝，那个混蛋让你那么伤心。我是我的被诅咒了，爹地，为什么不能跟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不能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想要杀死阿凯，在梦里死明明就是他自己。唉，原谅谈何容易，他还那么年轻。因为我跟他妈离婚，他都受伤了这么多年。哎，还可以吗？你有在听我讲话吗？有啊。我刚说什么？对，反正不是你女儿，你不痛不痒嘛，哈。就 party 最重要，你不要搞到天亮才回来，我跟你讲，过分。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嘛，要我讲什么？你喜欢的最后不一定是你，而你拥有的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长大吧，小女孩。不要接到手。你要不要去房房间里睡？嗯，没有，我在这里躺一下就好。房间里睡比较舒服。我把房间让给你，我睡这里，你放心，走吧。哎，嗯，你有没有发现？发现什么？发现我们两个的拥抱。怎样？有回到家的感觉。不会吧，这不会是你的初吻吧？不过 这一次就不是了。夺走了你的初吻，那我要负责了。嗯。那我可以包养你吗？我不接受包养，我只接受爱。
起养一只猫。首先，北非国家输出到欧洲的天然气已经大幅的减少，需由其他供应商透过管道提供更多的天然气来补充。再是日本福岛的核危机，它让中国、德国。总经理，蔡理事刚才打电话来说，明天会下雨，高尔夫延到下周日。明天是这个月第一个星期天吗？对。豆豆，饮料买回来了。你今天报了几项？我只报了一项，可是现在参加不了了。为什么参加不了？妈妈可以陪你一块儿参加。我报的是两人三角，要不是两人四角。我要是因为这个砸了饭碗，我看你怎么赔。你以后做什么生意我都投资。你干嘛？你敢贿赂人民警察啊你？我这是在阻止儿童失踪案的再次发生。不过我媳妇儿一直想开个服装店。加油加油。妈妈给你带来了好吃的面包，我们边吃面包边看比赛，多舒服啊。来，还来得及吗？菜会不会太多了？啊，已经好了，你先把拿出去吧。哦。这是什么？红酒啊。你们这种人不都喜欢喝红酒吗？我们这种人。豆豆呢？豆豆去同学家做作业了。今天豆豆很开心，我真的谢谢你。你不觉得我是个混蛋吗？你当然是个混蛋了。但听说每个混蛋的身体里都住了一颗受伤的心。干杯。抓紧时间，豆豆还有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抓紧时间。你先等我一会儿。
就打算躲在墙后跳不出来吗？石膏太难看了。撑得住吗？没事吧？先坐下。你笑个屁呀、啊！不然你再跳一次，我保证我不笑。啊，回来回来回来！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听说在台北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开，必须回去。时间有点赶，先走了。我喜欢你的味道，像大太阳下的草地，赶紧叫豆豆回来吃饭吧。妈妈做的菜连山珍海味都比不上。大太阳底下草地的味道，你不喜欢？喜欢，但我不想要。对不起。我知道你的顾虑。可是你知道，我也步入中年了，我也没有力气再乱搞了。我发誓，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对这段婚姻忠诚。如果你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我希望你也可以不要再玩了。反正你现在也有这家艺廊啦，你以后再也不用跑趴卖笑啦，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好好的在一起好不好？方若依，你愿意嫁给我吗？不想跟你结婚。哎，你什么状况嘛？明明是你跟我求婚的。我不想跟你结婚了嘛。为什么？因为我爱上别人。喂，
好，我知道。你有接到八卦周刊的电话吗？没有。下一期的封面是你。欢迎光临。哎，你不就是这只小狼狗吗？妈，那家店我再也不去了。什么状况？马康，我自己都还没看呢。等爸看完就可以看了。他有说什么吗？我不敢打给他。那他有打给你吗？我以为你们会很幸福哎。怎么可能？我这么牛？干嘛？这样看我？我以前啊，也觉得自己很鸟，没个性、没才华，跟小林都不一样。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比以前有用了耶。为什么？因为他。那我不就注定要鸟，鸟一辈子？你记得你那天在妇产科要叫我吗？你那天一点都不鸟，哎，眼神坚定，而且讲话超顺的，我觉得那才是你本来的样子。如果不是你妹，我一马上就爱上你。干嘛？动了，来上菜了。谁？我是小林的朋友。你是小狼狗嘞？从那边上去，在。喂。喂，快跑啊！我在大便，是要跑去哪？你赶快擦屁股，我准备跑了。小林他爸来了。他来干嘛？不知道，应该是要打你吧？他要拿球杆呢。快来救我！几个月啊？三你个头了！你放开我！哎，不要这样！放开我！不要放开我！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们两个不要太超过，赶快下来帮忙。等一下，怎么了？这还要不见人了？如果你不再跟他见面，干净的切掉，过去是我都可以不追究。美景，因为我可以想个说法，哎，我们两个只要手牵手再公开露面几次就没事了、啊。反正现在大家都那么健忘，再糟糕的状况都可以重来的、啊。哎，我们不是已经要结婚了吗？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轻易放弃啊，方柔一？我现在就想一个人试试看嘛。这么多年我一直依靠男人生活着。我自己还是不是个人，我到底有没有生存的能力我都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我很瞧不起我自己啊？可你现在已经有一家艺廊了。我就跟你说我很瞧不起我自己了嘛，你可不可以不要帮我？ 你自己你能做什么？你妈怎么办？我也想知道我一个人我可以做什么。我妈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嘛，我们两个人有手有脚的，没病没残的，为什么一定要东倒西歪的靠着别人然后才能站起来呢？不是，你怎么会变这么莫名其妙嘞？你要自己站起来你就自己站起来，我不服服你就是了嘛。 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是不是要去跟那个小子在一起？你知不知道就是他跟周刊爆的料啊？他才不会。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你才认识他多久啊？我觉得我上辈子就认识他了。我还上上辈子就已经认识你了嘞。难怪我觉得够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不是也这样伤害我吗？想办法断他们，最后他一定会回头。而且他几岁了，爸妈都嫌老，还能做什么？对不对？啊，大哥。下次去北京，可能就要下场买四合院了。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哎，我倒是认识一个卖房子的女生，人很可爱，已经很多年没联络，回去找看名片，看找不找得到。不用找了吧？北京这几年变化这么大，这么久没联络，都是陌生人。是啊，我这么多年没联络了。就算睡在一张床上，一夜之间也可能变成陌生人。来来来，我来喝点啊。我，带我去阿和别墅，全都搞定。算了，你去玩。为什么？你想怎么搞？说好的千人斩。来来来，我们继续喝哦，把酒杯拿起来，来来来。
最近洗车场生意很好，很多客人都指定我洗车。你还好吗？我每天都去跑步，再这样跑下去，我都可以去跑马拉松了。你想不想他？很甜蜜哦，老板娘，我要蜜苔吧跟嘴边肉。波波的心跳声有没有比妈妈的还快？一分钟大概120到140下。我们来量一下宝宝的头围。你们看到屏幕上面那个白色的中心？有有有。我是阿凯。哦，你还敢出现呢？妈妈，你现在在演太阳花。啊，我演一下会怎样？不然我要跟你出去，大拇指说你干得好啊！走吧，有话到我们家说了。我们呢是应该好好的聊聊。给。点点少吃一点啊。应该是啊，要注意血糖。你这都好多 low 胎子，我那个大本盖被开不过来吗？像您这么有钱，直接买直升飞机不就好了吗？对呀、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哪里有买？糟了，钥匙又忘带了。这太不专业了。哎，梅老板，你过来推我一下，我翻过墙，给您把门给开了。这成何体统啊！这。搞错了，搞错了。这套四合院，我们留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不能卖给你们了。谁？比我还重要？我们先过去了。嗯。哎。谢谢。人来了好多。你家还好吗？还可以吧。你们有什么打算？我来就想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很讨厌喝喜酒，我是不会出席的。我跟宜家都很确定，我们只是孩子的爸妈，我们不会在一起，因为。爱的不是他。如果我们勉强在一起，伪装成相爱的父母，那简直就像人间大悲剧啊。那以后呢？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但我知道我绝对会尽力对这个孩子负责。你跟他爸说，只要我有爱他这个孙子，只要我有爱就够了。哦，以前他妈也有跟我讲，叫我每个月要交5000块给他，他说那个是爱的付出。我想看你的作品。有看到小妮吗？她在里面。方柔一，你妈还好吗？日本有一个开居酒屋的阿姨，请她过去帮忙，她去了。很好。嗯。你嘞？跟那个。怕吧？怕什么？我怕会给他带来困扰，会给他造成压力。我怕其实我根本不懂得爱，会伤害他。或者我怕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他爱。这话太恶心了，老先生，我听了心脏都受不了。你真的爱他？哎，你如果真的爱他，就勇敢一点吧。我真的好希望你可以回到我身边。每天想的心都痛，可是你活得开心才是我最想要看到的。其实还蛮喜欢那个小子，因为你喜欢他。我看过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张脸，大概是我怎么努力都没办法给你，可是他做到。那个你看起来很幸福，无所求，像一个小女生。哎，终于说出来了，你看涂涂抹抹的，而且你知道，其实本来还有一段我删掉了哈。如果你愿意回头，你会发现我其实一直在这里，没有走开。
何况我想我伤你伤得那么重，实在没什么资格说这话。你终于肯戴老花眼镜了。你好古老啊，要不然字写这么大一个才看得见。豆豆，我们把蜡烛吹灭了吧。不行，爸爸答应我一起跟你过生日的，我们也等爸爸来了一起吹蜡烛。可是妈妈真的好饿，我好想吃这个蛋糕。不行，我们要等爸爸来了一起吃蛋糕。那好吧，我们等吧。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那可以让妈妈先喝一杯西瓜汁吗？啊，不行，我们要等爸爸来了一起喝西瓜汁。我知道你喝西瓜汁，干杯！干杯！ I can see wonderful prospects. I believe in full cooperation.Definitely.总经理，签约仪式已完成，赵丽帮你准备了香槟庆祝，需要现在为你打开吗？对不起，我来晚了。这是我自己带酒来，让你尝尝我们这种人的酒。希望你们那种人也会喜欢。但是在两年之前的一个星期三的早上，陈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大安森林公园里面看到了蒋小姐正带领着她的邻居亲朋好友在跳圆戟舞，陈先生就发现了他已经深深的被蒋小姐的风采所吸引住了。我们现在就请了新郎新娘对彼此来说说话。我一直到此刻都不敢相信，像我这样的身体，像我这样的年龄，你会愿意嫁给我。万真，不管将来我们剩下日子还有多少，我会尽我的全力让你幸福。是的，我也知道到了这个年纪，我可以轻易地找到100个理由跟你说抱歉，但是我爱你，我没办法欺骗我自己。不管你把我带到哪儿，我都愿意紧紧跟随。
蒋焕珍小姐为妻，不论贫穷富贵、疾病困难，都能够携手面对，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吗？蒋焕珍小姐，愿意吗？愿意嫁陈少文？行，结婚。没胆哦。穷富贵、疾病困难，都能够携手面对，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吗？嗯。愿意吗？热情掌声祝福台上这一对新人。这个时候，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亲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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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下去。好，出发了。努力的，你的未来我全包了。我不接受包养，我只接受。请坐。想吃什么自己点，桌上单子。好。你爱他的李老师，你怎么可能会跟他离婚啊？这是我的秘密，不要告诉你爸，知道吗？免得他抓到我把柄。我做点什么啦？你自己看。哦，你这个不孝女，哎，一天到晚就要找麻烦。轻点，如果你要伤害我，就算我无法闪躲，我也还能承受。我宁愿争吵也不要去。是回到起点，我们的伤有一天一定会好，只要我们一起不怕跌跌撞撞，我们的爱有一天紧紧拥抱。
山。